好，小四又来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大的进气孔？哇，高潮了！2011年的 Impreza STI， 当初新车180万，里程数82000多，好，我们去桃园弄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你怎么都没有做过速八路的影片，坦白说，我们很少接触到这种改装车，而且市面上其实数量不多，有的大改装，然后有的在车友之间卖掉，那很难留到我们车商的手中。马上带大家来观赏一下这台车，走，原汁原样，都没有经过任何的改装，只有引擎是一些管路，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大灯其实有一点点的雾化了，外壳连我这有 HID， 然后单鱼眼雾灯 ，STI 名牌，一颗大颗，五颗小颗的星星，进气孔，观赏一下，碗公大的进气孔，帅。开这个轮胎一定要好，滑叉在那边调来调去，在那边玩，轮胎不好，哎，真的填海，好不好？卡钳是 Brembo 代工的，好，前面是对四，后面是对二，前四后二，然后看到没有？我觉得也是很经典的这个进气孔，附这个 STI 的名牌，这个是在带走刹车的热能。好，侧裙，接下来看突出的这个轮毂，性能车就是要把这个做出来，肌肉感、线条感，帅。当然不能免除的就是这次大尾翼，大尾翼的代表就两台车 ，EVO、Impreza 四重，对，四重。那我觉得这台车哈，除了后面的这个四出尾管以外哈，我打开后车厢给大家看一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后箱不平整？为什么这边凸一个起来？它这个因为它后挡做的很粗哦，它做的是欧系底盘之后，它有一个很粗的后板，所以这是一个下面藏的一个结构感很粗，所以它变成说为了整个车底的结构啊，牺牲掉后车厢的空间。这个就是性能车的表现。如果是家庭车，对，一定要平整，空间比较重要，所以这个就是取向不同。尾翼帅，看到尾翼就高潮。有没有看到这是拉杆？这叫后上拉杆，它是让你的一样加强你的结构的。可是装上去以后，后面的这个内装塑胶异音会变多。车子其实不是完全是硬邦邦的一个东西，你在开的时候，其实车子是会伸缩的、扭曲的。那你把它拉起来不让它动，它没有那个 RSOB。好看引擎室 ，intercooler。那这个车主哈、哦，专业开过旧型 Impreza 的人都知道 ，Impreza 要注意水路的问题。EZL5 的引擎水管路比起一般的引擎管径比较细，所以你如果久了塞塞，甚至堵住，流量不够，很容易压温度。所以说内行的车友一定知道说，要保持你的整个水系统是畅通的，包括它的热排也很容易因为塞塞太屌哎。老注意，啪够就抓温度了。你虽然开起来很爽，超起来很爽，但是你要注意散热的问题。所以呢，也换了这个加大水箱，好、哦，跟这个水管都是这个细胶水管。铝制的加大水箱有好有坏，因为它散热快，容量加大。可是其实如果说它做的焊接的技术不好的话，其实铝制的水箱也很容易就漏水。但是它比起一般的塑钢加铝系锈钢的那一种，其实还是会比较耐用一点。再来，除了它水管路弄完之后呢，哦，它装一个很重要的发动机油的冷却器，多装一个散热器啦，它怕它发动机过热。可是我觉得这车主有点太注意这小细节了，一般这个东西很少听到有人会去改装。好，那这场在里面看不到。那再来，其实这一代的 Impreza 引擎有多了一个还蛮特别的东西，就是这颗马达。这颗马达是一个冷却排气温度的一个马达，它会送进新鲜空气到你的排气管路去。然后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降低排温，排温就排气管温度嘛。因为这种涡轮的车，以前涡轮的车哈，你如果改管子改错，你就会一直抓温度。白痴，以前第一次不懂。改涡轮车的时候，把管子改那种有回压的排气管，你可能你的气体会停留在管子一段时间，才有压力回压，然后会造成这个回压的热度往后推挤，造成你的排温过高。正常，所以大家记得，你涡轮车一般改装排气管要改直通管，对，你要让它畅通，加大让它畅通。所以为什么很多你看很多 Impreza 车在路上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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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因为刚起步的时候没有回压就没有压力，所以你的起步如果油门不补多一点会熄火，所以你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开这种车的油门都好像他妈的嘣嘣嘣，有没有？那是因为它油门如果不加深一点会熄火，对，它改直通管，那起步就会显得很没有力。那以前吗？臭小屁孩，我知道这种改那种自然吸气车洗美 Lancer 玩习惯了，不知道第一次玩涡轮车，哇，好高兴哦！改回压管白痴，哇，我觉得哇回压管声音好好听。排温过高，所以这颗马达哦，就是用来冷却进气温度跟降低排温，好提高工作效率。这颗坏掉40000多块，
那当然还有一些环保法规的问题啦，因为这个2019之后啊，其实 EJ 引擎慢慢的要退役了，因为它怎么调整都没有办法符合欧盟的法规，所以它可能只能那个换账号，你知道吗？放弃了，不调了，调到最后调到给销啊、踢销啊，不调了，直接做一个新的，来对应新的环保法规，才有办法继续量产。那之前那个86有提过嘛，水平对落的引擎有一些东西好换，有一些东西很难换，对不对？其实啊，像这个引擎呢，有个东西很难换，在直视上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引擎胶啊挂的垫片。你如果那个鸟盖啊上盖漏油，因为这不能讲上盖嘛，因为它不是在上面，鸟盖的垫片啊如果漏油，你如果不把引擎卸下来吊起来换，你可能要换上一天。好啊，技术好一点可能半天啦，可是就是要换很久。通常哦，基本上你的鸟盖垫片开始漏油，你会包含一些周边的一些那个叫后驱轴油封啊等等的都垫片都一起更换，所以干脆引擎要吊起来。另外以前啊，你看一些美国外国影片修理那个 Porsche 的引擎，也是水平对卧的嘛，都是吊起来修的，都是吊出来修，对不对？因为那个空间不好修啊，这太密闭了啊，所以他们就是通常就是吊起来一次工一次修一次换，这最贵的就是这种最痛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你看这样没办法发，对不对？我上次纳智捷 S5 有讲，你要正常的手排车，你要踩离合器才可以发动啊。好，然后我先讲这个，刚刚我们在讲这个 R 档，它这个是换的方法，就是往上提 ，R 在右最右下，打到最右边，哎，这样就进入倒档。好，所以没有提的就是没有提就是六档，没有提就是进六档，这样就是六档。好，一、二、三、四、五、六，好。有没有看火歌啊？这时候要配那个主题歌，有没有？霹雳火主题曲。好，无聊，好，就这样。再一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哈，我们这边仪表板上面可以去显示，当我按上这个 menu 的时候，它这里就会把这个六格显示出来。Lock， 本来我按掉，现在是没有，我现在按下去。它就显示出来，然后我就可以往下去调整我想要的前后比例。好，一格就是分配到后面一点点，可是我不知道这正确的帕数在后面分配到后，对，后面更多，后面再多，后面再多，后面再多，到最后全部就是后驱。也没有全后驱，它前面还是有保留。它其实这个算是全时的四驱，只是说前后的比例而已，所以不可能完全的后驱或完全的前驱，所以前面是一定还是会有 Sport 的模式，好 ，Sport 的 Plus 模式，按一下变成 I 模式 ，Sport 的模式嘛 ，Plus， 哎、欸、，Hashtag 啦 ，I， 好 ，I 就是正常模式，好，基本上这个车我觉得上面比较特别就是这一个好玩的这个电子的滑差的调整，好，它可以让你不同的体验，好啦，摸上啊。哦，还有这个 STI 的椅子，对不对？然后后面影片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两张椅子就可以卖个两三万了。我以前那个开那个 EVO 三代的 Lancer 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手排车嘛，去买了两张 Impreza 的椅子，回来装上去。我跟你讲 ，Impreza 椅子好坐，因为我像那是 S5 那种，以前哈、哦、外面在卖的，不管什么 Recaro 还是那个什么 Sparkle 啊，那种椅子啊，其实都很硬。坐起来其实不舒服，那再加上你避震器，像这种原厂做出来的赛车椅，它还要兼具一点点的舒适感，所以它在你刚刚坐起来，你会觉得它这个没有那个硬硬的感觉，其实它是柔软的，但是它是薄的赛车椅没有错，这个应该是旅卡罗代工的啦，并没有让你完全说哦，这个车就是要去赛车，所以做的硬邦邦的，所以以前我们才会去，我宁愿不要去买那种外面的那种赛车椅，我去杀了两张原厂 Impreza 椅子，想办法把它改上去。那以前的那个是那个不织布的网状的那个，很舒服哎。好，最早的 GC 八那一代的那个椅子原厂就很舒服。好啦，那就让它试车吧，汽车啊，哦，好，汽车，小细节，好，走。它、啊、这里为什么贴 on off 跟 fan one fan two 啊？不懂，空。风扇一、风扇二是什么意思 ？On 跟 off。哦，他的意思是可以这样吧？好，干有必要那么认真吗？好了，七下，2011年的 STI Impreza， 但是你知道这要切什么的 ？Auto menu C 上面 diff 啊，我们我把它叫 diff 呢，什么是 diff？、我跟你讲啊、哦，它这是在调、哦、Sport 的模式跟一般模式。好、哦、，Sport 跟 Sport Shop、有没有？这个就是 Hashtag 嘛。对。Sport
脱下是什么？干的，不是查字典哦，我英文不好，我没念书。哇、啊，它两个，一个是 support， 一个是 support 的是说哦，当你在换挡的时候，它转速比较不会掉下来。对、啊。你正常的话，你如果调到一般正常模式的时候啊，你按中间就是 I 就是正常模式，你开起来就知道了、哦。比如说，我现在把它用到一般模式，对不对？那我二档，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我换挡，好不好？你会有一个落差，对不对？好，那我等一下把它调到 Sport Plus 好了。我一样先用三档，刚是三换四，有个落差。当我现在三换四的时候，我再踩，你有没有觉得没有那个前后的感觉？它比较会帮你蓄压啦。哇，这照一提呢，它会帮你蓄压。我这个都会有那个叫什么强迫症，我很怕打到倒档。可是其实它这倒档是要拉这个拉柄，往上拉才是打倒档。可是打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怕打到倒档。后来比较新的车的没有，它其实以前是分日本跟欧系的。以前的比如说像我记得好像是 BMW 吧。BMW 好像之后把它设计到你要往左压再往上推，它是在最左上，它有的是在最左下。然后大部分的日本车以前都没有这种保护扣，那欧洲车比较会有做保护扣，它有的是要提这个把，有的是要下压，对，有的是要往右再出力压你才排得进去，所以每个设计不太一样。一般涡轮车怕那个涡轮迟滞嘛，那它帮你蓄压，不会有一个转速掉太多的那种，就是那种爽感，中段爽感的感觉。像这个旁边这个 Auto Menu 这个啊，它这个是可以调六段的，因为这四轮传动嘛。那四轮传动正常来讲就是四个轮子出力，它的设计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借由这个六段调整前后的输出比例，所以这个是很富有这个乐趣的。而且它这一代哦，比起前一代的Impreza 啊，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电脑滑差的机制啊，比较逻辑比较强，所以说很多人以前怕说你不会开的时候啊，你把这个以前想要甩尾嘛，用差速器弄成那个后轮驱动嘛。坦白说哈，如果像这种车马力这么强的车啊，你真的变成后轮驱动的时候啊，其实你技术不好的话很难开，一不小心就塞了那啦。像变了心的女友回不来了，你也跟着回不来了。那个像以前最喜欢玩 CDV 啊，那种 S13 S14 那种S15 那个尾巴好像泥鳅一样，有没有抓不住哈，头抓不住手啊。哎呀，那个要练习啊，那个我也不行。我们每次都强调我们是非专业试车，对不对？有没有灯？有看到没？全部都红色的灯。以前小时候最喜欢这种红色的灯。你知道最著名的这种橘红色灯什么车吗？什么车 ？BMW。它晚上整个这样一点一点的这种橘红色灯，哇，杀！然后以前奥迪是鲜红色的，就是室内灯橙色，包括这个天窗开关什么全部，哇，你晚上开的时候这样很像飞机的一个仪表，座舱仪表这样。那时候很帅，那感觉很好。晚上开的时候，哇，整个觉得自己好像开飞机了。好了，机器是上次 G35 贴背有没有？我们再感受一下这个 G35 贴背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应该是可以 G35 就，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涡轮车的加速就真的有飞机起飞的感觉？因为自然进气比较难，虽然会贴背，它是3500cc 下来做的贴背，可是比较线性。这个妈没有在跟你什么讲什么舒服的啦。啊，直接人拿着就是要起飞的，有啊，我们这个随时加速都是，而且开这车有个好处啊，没人敢惹你啊。不行，我们不能再推广马路小英雄的运动，我们要跟大家讲说，这个是在安全的状况之下，那获得一点驾驶乐趣。好，那但是这个车，我觉得我的感觉是会越保值。你想想看哦，包括现在一些旧款的 G78 哦，其实啊，顾得好的网络上很多车友都还20-30万在买卖的，甚至更贵都有。G78 旧款的，好，所以这个车我们可以预期到说，因为现在的排气法规的问题，越来越少车厂愿意做这种手排车的问题，
那加上你看 EJ 的引擎，其实就说了，它都快调不出那个环保法规可以符合的那个排放，所以慢慢就越来越少。好，那除非它可以做出第二个跟 EJ 一样的一个盛世出现，达到一个一样的盛世出现，要不然你可以预期到这个车其实越沉越像。然后这个当初他们都是配四号的涡轮啊，我记得它是40公斤米的扭力，300匹的马力哦。我来加速一下，现在刚好车好少一点。这个我跟你讲哦，它这个加速只能跟你讲说，哎，我在合法限速哦，哈、哦，这个、加速只能跟你讲说源源不绝。它是加速到齁、哦、你会怕它怎么还不停还在加速，然后它这种在加速真的很可怕。那再加上这个齁、哦、我觉得这台车子车况是，坦白说我喜欢这种，我之前每次只要有这种手排车齁、哦、可以改装的车，我都跟大家讲越原厂越好、嗯、对不对？上集86应该上片了，对、哦，上一集那个86才讲，我们就是哦，要尽量就是买这种改越少的，回来我们慢慢教，我们慢慢调教它，嗯，对不对？还是泰山你喜欢人家调教好的？不喜欢。啊？你喜欢人家调教好的？我没有很喜欢的。见面就什么都会，全套都会了那种。先从洗残废澡开始，刚交不是刚刚新交的女朋友。对不对？见面就说你要不要先来个残废澡，这样有人觉得交好的也不错啊，不会跟你对不对？拉稀是没错的。不过其实这一代啊，为什么会特别兴奋，特别想拿出来讲哦？因为这一代已经算相对是成熟的。那因为后面啊，越后面它排气法规越严苛，嗯，所以它的那个因为排放的关的那个机制的关系，它一直在下降，而且你知道2019他已经放弃 EJ 这颗引擎了，嗯，因为他怎么调都调过不了欧盟法规，他都过不了。好啦，反正这个就是一个还相对蛮成熟的引擎，而且他修正了很多这个前朝遗毒啊，不是啊，每次妈都要讲到这个前朝遗毒，对啊，验太多次了，不行。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啊，什么都怪前朝遗毒就对了啊，反正就不是我的错了，不是吗？但我觉得前朝遗毒很好用、欸，好，哎、欸，我们调一下好不好，泰山？好，我来调一下这个滑差。哦，把它 lock 起来。我把它 lock 起来。哎、欸，看变后驱的哎、欸。哎、欸，我看，我觉得后面那车哎、欸，完全那个开起来的感觉啊，变成像335一样后面在推，超屌的。哦，有没有别了别了？有没有？你有觉得尾巴甩了？干，超屌的。刚刚过弯哈，二档油门稍微补一下，我们就觉得屁股稍微就滑动，但是因为我油门没有加的太过于猛哈，因为我不敢加太猛，等下真的因为这条路山路真的有点小，我感好玩呢、欸，哎，泰山这个真的哦，整个感觉都在后面。动力输出完全就到后面，哎、欸，有趣哎、欸，赞、嗯。然后我在开四轮传动的时候，它就是很平稳的，贴了地，一直加速，一直加速。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一台车？第一个哈、哦，它的结构做得很好。好，我们刚刚看那个后挡啊，后挡很粗啊。其实速八路从以前它就是重工嘛，重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它做的这个。整个结构机械结构可以做得很强壮，反正我觉得很好玩的一台车子啦。那再加上说其实现在啊，这种原厂没有改的 Impreza 在市面上坦白说释出没有那么多，大部分这个车在社团买卖就买卖掉了。这台车齁，我们最后收购的价格，我先跟大家讲，这台车我们最后收购价格是70万，那这样赚一到两成不是就要84万左右了？正常应该是这样，不过一般齁也不是这样算的啦，就是你并不是单价越高的车一定可以赚得到两成，有时候会降低。那你这样200万的车不就要赚40万，一般是赚不到那么多了。而且
还有数字低的时候，你三万的车，你也许可以赚两万了。哇，那就不是一到两成的，那快翻倍了。对，对不对？所以其实它不是死的，只是一个大部分中间的 range 哦，大概在20万到50万之间啊。你卖车，你有办法可能利润抓在一到两成，可是你如果单价超过50万以上，基本上很难到两成了。有人哈、哦、会说，啊，那86还那么贵，那么保值？当它不是你的东西的时候，把人的东西你拢嫌贵啦，别人东西都跟赛一样啦。啊，你自己也有一台 STI 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说啊，那个车还要70万、80万，那个车剩30就了不起了。你如果自己有一台这个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这样讲。对，真的。所以人怎么自私？嗯，对不对？好，所以说其实这个价值你觉得没有，不过这不是这个民主的时代嘛，自由经济嘛。对啊。你觉得贵，你就不要买；觉得划算、值得的人，他就会去买。对啊。对不对啊？每个人都酸民啊、哦！你那台车好贵，你那台车好贵，你哪一台车又好贵？我每一台都卖掉了。它就是有市场价值啊！不要以为你自己认定的价值就是市场的价值。我也不敢讲说，我出去我也不敢讲，我小师公鸡台存沙账，一等于存沙账。好了，不管，反正好价值，每个人心中你不值钱，那我觉得哈、哦，也不要攻击别人，也不要去酸别人，别人认为值得的就 OK 了。嗯。对不对？嗯。啊，你也不可能出去每天都攻击别人的老婆很丑，对不对？别人的女儿怎样，脸歪一边，你不可能嘛。嗯。对，那人家的东西，你干嘛要去酸人家？酸一酸一，你可以讨论，你不要酸嘛。说，哎，我觉得你老婆长得不怎么样。哎，干这行也不行啊！哦，这个是不能拿出来讨论的，就对了。不是说这个是自由民主的时代，大家都可以发声吗？有些事情才哦，还是不行，就对了。对嘛，所以什么？有些人就是没礼貌。对，对，正常人不会去做这种没礼貌的事。好啦，那今天呢，这个Impreza影片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喜欢我们影片，记得帮我们分享、订阅、留言，支持我们的频道，鼓励我们频道。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取个外号，小陀螺。老板妈妈有没有？以前妈妈叫小陀螺吃饭呢。小干啊，吃饭哦。